你对达到经济卡步行入会场咯，嘛为达南高中一年一度的校庆活动做开场。但我们高中今年的校庆活动中，除了伊对精彩开场外，嘛将这几年发展的特色透过演出呈现大家眼前。68周年校庆咯，台南高中校长尤秀恩表示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学校的转变，上重要是要学生一个展现学习成果的舞台。今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特色表演，我们特色表演有舞狮、有舞龙，也有乐队、乐仪队，还有我们的三太子。学校成立68周年来，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。我们希望同学从多元的学习里面去开创他多元的一个视窗，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竞赛里面去培养怎么样尊重别人，怎么样去坚持到底的一个精神。今年校庆活动，台南高中阁邀请邻界学校做伙来参与，嘛扩大伫台南田径场来进行。有学员表示，今年有无同款的意义？希望借着这样的活动，让学生感觉到越有活力，越有热情，去迎接他未来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。一场又一场的演出，嘛校庆活动是精彩不断。这话20周年，嘛大家看到学校成长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